你好，我想买个手机啊，想买个华为的手机，最靓嗰只。暂时最 top of the line 咧就系华为嘅 Mate 20 Pro 啦。哦，有咩好处啊？有咩功能啊？会有一个新嘅就系个屏幕咧就会有两 K mon 啦，咁望出去嘅时候，甚至会睇相啊，或者平时睇片啊、睇文件嘅时候，佢只眼仔就好啲啦，舒服啲啦。我而家咧就用紧 Samsung 嘅。咁我呢個機都仲用得，我就唔想抌咗佢，製造多啲電子廢料。咁但係為咗支持華為咧，我諗買咗個最新嘅呢個叫做 Mate 20 Pro。咁我咧就會捐咗俾新民黨，好快脆咧就係聖誕 party 啦，俾啲夥計抽獎，睇下邊位啊幸運兒贏到呢部手機，支持華為。